谁啊？啥？我就不信了！你今天晚上的工资是两头的，一头呢是毛茸茸的白色的，好像是兔毛还是什么？啊？还真认不出来。名字跟头像都改的话，就很难认出来了。现在我用这个色工作的一头给你们刮一下耳朵的外面，很舒服的呀。然后呢？不是真心啊。等我一下，我这到底是谁？嗨，我来了。斌哥哥，你为什么换名字啊？为什么换成这个？我看不懂的一个英文名字。以前不是挺好的吗？难道你不是我家斌哥哥了吗？你不要做我家斌哥哥了。谢谢注册奖名的一颗荔枝。放耳朵的外面，还有一面，还有一面，他为什么要偷偷来看我？举光明正大来看我，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喜欢你们跟我学说话呀。不完美的做那个位置。好，我们换下一个道具。换下一个道具试一下。我的天！哎呀妈呀！等一下，我的袋子掉了。好，我们换下一个道具试一下。这是一个。一个什么？一个毛毛像头发一样的，有什么作用啊？这好像没什么感觉，就是一根毛毛。在想方案，听到我的直播很容易给你灵感呢。没有灵感的时候，听上我的直播呀，周哥哥，谢谢么么哒，哇，这是一根不知道什么毛，一根粗粗的毛吗？
找不到剑圈的使用方式，是这样子玩吗？就是把这个毛在耳朵里面转吗？我买的这套工具可以用来，可以给我现实生活中烫耳朵的。嗯，我好像有个人让我给他试一下，用这套工具面对面的给他烫一下，那应该很爽。欢迎见我，好了，换下一个吧。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根，好像是马毛吧，马的毛，是一根钢丝做的马的毛。这个声音的话，可能就比较刺激。今天什么主题？今天的小剧场已经完了，现在今天是把我买的谁要他的耳塞工具全部给你们，来一个实验，来个耳塞的大按摩。今晚就是把这些耳塞工具都给你们用一下，尝试一下。今天主题是明天收买你，对。小剧场已经结束了，你来的太晚了。适合老司机使用的，比较强烈，就是比较强烈一点。嗯，嗯，好的，行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嗯，明天不一定了，明天不是双满月活动吗？不一定了，我考虑一下明天播什么内容，我考虑一下明天播什么内容好吗？谢谢玻璃如此哥哥的一个么么哒。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一下有点重了。迎接家伙，迎接家伙，别闹，别闹，不要闹了。谢谢时光的一颗